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回家吧，都不加两红出门。那不加两红出门，哪有多兰顿出门来续航来的多呀？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A 往上 A 等海虎平 A 再 A 再 A 再 A 来直接第二个 E 闪现平 A 接点岩死好闪，刚才这一波一定不要一直追着他 A 知道吧？你如果一直追着他 A， 他一瞅哎你追他了，那他肯定就闪了，你知道吗？让他闪不出来死。我们药还没用呢，最好是这个药别用。插个眼儿。好，回家，正好一个药光加上一个小药。厕所回城。不打了，要不再打。为什么我的波浪剑只需要按一下，你的就得一直按着？哎，你看吧，这就是你不知道的地方了吧？那我就得教教你了。身为一个技术教学主播啊，一个高玩，这必须得教一教你了啊！这蓝圈 E 就可以了。首先，你按 ESC， 点一下游戏。里边有一个将英雄选为目标可视为一个可开关的选项。什么叫可开关的选项？就是可以开可以关，明白吗？海隐也打不过，也打不过这角色吧。哎，你闪啥呀？点到为止也行，你就可以点一下了啊，点一下就可以了，不用一直点了。学到了，我跟你说，这正常主意人家都得交学费的呀。 A 接 Q 接平 A 接平 A W， 你是不是以为我怕你？我这叫征服者，小老弟啊，你那叫小不灭。不过我刚才薛威是有那么一点点慌了啊。我们越级杀他确实还是有点不稳健了，正常越级杀比较困难。回家了，这个炮车应该能扛住，直接回家。我这波出个鞋的话，其实相当于没更新装备。正常我要更新一把短剑其实都好的，我这是没有把这钱呢给它最大化的利用。来手兵线，你等一会儿，打不着 A 接 Q， 不行了，没有技能了，兄弟，我两段突进全用完了，那还是着急了。
吃个药吧，有点挡一下，慢慢飙吧，让他。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直接上干他。让他吃不了这个车，啊，我们也不吃车，咱们就我不好，你也别想好，啊，按错了。下六级，这波打完他应该是炸了，炸穿了，兵线太多了，完了我们还能吃一层塔皮。吃个两层其实也行，吃个两层亏个30块钱合适不？嗯，行，感谢。嗯，可以看出来皎月啊应该是没有 R 技能，如果他有 R 技能他刚才直接就大我了，他没有 R 我们能走。还亏一个闪现，哎呀这都无所谓了，闪不闪的也就这么回事了，闪现早用不早吸地吗？不用他不一直在那吸地呢吗？出小反甲了，这波先不打他啊，给他一种我们不想打他的错觉，知道吗？哎，噌噌一下破他骸骨，控一波线，控一手兵线，直接一收 R 转起来，让他往前跳，打破了 Q 带转，让他脚往前交闪，平 A 接个 Q。喜欢你呀，我这把要能保证一把不死咱就一把不死，最近可能是要有点状态上上分了，飞机儿，谁的飞机儿？我看看啊，谢谢，别看我是机器人的飞机儿，机器人老来送飞机儿，谢谢机器人的飞机儿啊，你们想一想吧，机器人都送飞机儿了，你瞅瞅你，三项了，十分钟三项还行吧。再冲一波韩服大师，韩服不太行，韩服大师不厉害。韩服的水平，平均水平啊，其实没有国服厉害。蓝枪给我杀了，
哎呀，全残血，别上了，别上了，全残血，拉倒吧，拉倒吧，这有什么拉倒的？平均水平啊，虽然他高段位的人会比较厉害，虽然他就是王者水平、宗师水平的人会比较厉害，但是他的普遍水平不太行，平均水平一般般。你随便拎一个国服钻一的，跟对面那个韩服钻一的打了，都能打死。咱不能说吊打吧，但最起码能打出优势来。大师还不高端吗？嗨，大师不算高端。大师可能对于你来说是一个高端的段位，但是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段位，只是一个随便就可以达到的段位，不算高端。蓝枪快来，我就希望这蓝枪过来，这边先别用技能啊，来这边别用技能，把他骸骨给他溢出来。我这真眼打了，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个蓝枪这一波都不敢往上走，防御塔我都没在防御塔旁边，他为什么不敢来呢？这两个人要干嘛呀？我把蓝枪杀了来，跑得好快啊！皎月伤害有点高啊，皎月。还好我早早的就把一塔给他拔了。嗯，帮你把中塔拔了。下路好像出现了点问题，差不多了，回家了。开眼好右啊，出的右装，我回家打电动了啊，实在没蓝了啊，你给我注意点。你们就看刚才那皎月那伤害，你们看见那皎月那伤害没？你看看那猴的伤害跟皎月的伤害能不能比？不能吧？那皎月就虚区就特别高，我们虚区就特别低。别杀他吧，你看你要能杀你就杀，杀不了就拉倒。龙还让人拿了，那武器大师怎么不打龙呢？刺客爆发怎么比？那我再给你举个例子，那洛克萨斯之手这英雄是不是就是没有装备打人是不是也疼？那 R 技能打人是不是也疼？你说我杀不杀他？我不杀他了吧？我说实话，我杀他用大招我都浪费，我都不想用。啊？你俩有伤害吗？看来是有。那是。这俩虚区这么高吗？这俩人伤害不太对劲啊，是有点炎吗？没有点炎，这一波应该打两个呀。没有点炎，正常我们这波应该一打二，
要日炎给我烫死了，好像是。正常，其实应该一打二，打他们俩，这俩人没伤害。此地不宜。伤害太大。我也不肉啊，我怎么不肉呢？我征服者一触发，无所谓了。杀了收兵去了，没事，慢慢来吧。这女儿挺烦人呢，我守灯塔，快！这两个人不要一个，两个人一块儿了，快点过来！左边有眼儿啊，我们直接从正面来，左边有眼儿，他看见我了，他就会往后撤，让对面直接冲推。别往野区走，别往野区走，说了别往野区走。点一万个信号，看点信号行吗？能不能看信号？给你点信号，告你前面有口屎，别去吃。能不能理解？能不能明白？能不能看信号？直接打这波能打，这玩意儿了，没办法，杀不太掉 ，AD。AD 跟辅助真是一点用也没有啊，没有一点用啊，没有一点用啊，一点用都没呀、啊！先把黑切做了，先不做那九头蛇了，那九头蛇做不了，那九头蛇做没伤害，打人打不动。来小龙吧，此地不宜久留。你可以让他指啊，赶紧去打龙这边，不要管他。如果把龙抢了，那惩戒怎么没有呢？把蓝圈杀了，没事，这也能杀。给你拉倒。本来我是想给你的，但我一看吧，我的装备好像也不太行。我仔细的想了一下，还是算了，这个银头我就不给你了。你为什么不跟我继续追？那焦月有个屁呀、啊！你让他来！哎，都没有伤害，你早跟我推，早都推完了。咱俩二打一还打不过吗？俩战士打不过个法师？哎，真是！给我红来！我要红 buff， 差点钱血手了，把血手做。
2750。龙没拿下来呀，龙要是能拿下来就好了。你干啥呢？你左边有人，右边有人，你不怕死啊？回家把血手做了。没办法，他血手再怎么削呀，他也得除。等一会儿啊，等一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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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别着急呀，那排野。那俩人打不死一辅助，让辅助撵着跑。我直接打大龙来，不要再追了，不追了，不追了。这皎月干啥呢？这皎月有近身是吧？有近身，有个锤子用的。赶紧打大龙，赶紧打大龙，快点打大龙！别管那五界大师，让他追，让他追。赶紧打大龙，打完大龙我们就翻盘了，就赶紧拿下，不墨迹。来，我去追了，追，追追追追追追追，走不了。没减速吗？减速的呀，还行。不打了。我说停停，行不行？我说停停，停停。不打了，肯定不打了。回来接他一下子，啊，快走。下路蓝凯出可血，蓝凯可以出可血。哎呀，你就别管人家出啥了，出啥也不行呢。他出什么都可以，随便出呗。游戏理解，这人家有人家的理解。有中团，那皎月是不是搁草丛里边等我呢？不用给我点信号，那都不好使，那都不好使。你来三个人以内跟我打都不好使。我说了不好使。都是弟弟，都不好使。这玩意儿连沙漏都没有，那波比跳我脸，那吹的跟个张纸儿一样。狱中，你把这龙打了。在我们能稳定秒一个的前提下，那来那都不好使，谁不好使？一个来，把小龙打了去，走。我跟他们一块走吧，我怕他们龙让人给抢了。最后一件装备，我决定出青羽了。多米尼克领主的致意，啊，错了啊！塞瑞尔达的怨恨，塞瑞尔达。打个红，推个上，完事儿啦。
新皮肤手感好用用，凑个地儿吧。只能说是凑合，排第二名吧。嗯，排第二名，开始狼了，看到没？咱不管啊，咱推上路，不管，死死吧。这边已经所有技能都没了，这波推上应该能推掉。不好使，他们敢先上，你全得死。不好使，四个人以内不好使，还真就没有好使的人。只要我不越塔，让他们先出来，这都是弟弟。加你们的手吧。得给他们拉到这个位置打啊，拉到这个位置打呢，对面的那个防御塔就会距离很远，他们要想回塔，我们就可以不让他们回去。第二个，别被先手了啊，别被先手，先手我没有关系，你们别被先手。不能上啊，推不下来。得打大龙，不行。这蓝枪往我脸上冲，我这有蟹手的，我的老大哥啊！我这叫蟹手，我这叫征服者拉尔。你明白吗？我这叫黑切，怎么跑得这么快？可恶！原来你这叫防御塔。哎，打大龙吧。没跟上 W 技能位移距离没有闪现远，位移没有闪现远，闪现能到这儿，他只能到这儿，差了一点点。兄弟出错了没有啊？这巨人杀手也没有用啊，对最大生命值高于你的敌方英雄，对面没有我血多的人，我血是最多的啊，没关系，可以吧。先把这蓝枪杀了，对面可能就不敢打龙了，知道吧？我这叫黑切啊，往哪跳呢呀？这咋跳过去的啊？我这叫闪现啊，就跟你就你会闪现。给我把这刃儿杀了。哦不，太阳妹妹你小的，你小龙，我把他高地拔了。
红打了去，红打完我不打大龙，一样破两路。这是什么阵？哇，好 Q 啊！这都能 Q 的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先把这皎月杀了，征服者，哎，终止吧。好 Q， 顶不住，哎。我们是一换二，我换掉他妈双 C， 这波你们打大龙，应该能打下来吧？啊，这蓝枪是持续虚区的蓝枪。任女儿是一个控制英雄，拉尔是个废英雄，应该能打。我们家 ADC 是妹子，征服者不如收集者呀。那征服者跟收集者有什么关系？哇哦，收集者又不免费给，征服者不免费的吗？哎呀，可以啊，对了吧。